你这个可以替换一下，就是你的断点那个耳机的，如果就是更新了，可以用这个耳机。因为它一个是震音录上是USB的，你说英语，肯定会的。教我两句。咱姐开车，再也不用。我也是简单的。 每批机子都是这样的缺陷，所以它就会出问题。他说都是真皮机子。这是订阅是吧？这是订阅机子。从后来出的也是更好。 哪里看得出是第一批的？这里看得到吗？从视频里侦探的，这里都是视频里的。它需要怎么去查？很难判断是不是第一批的。 这个是不行的，为什么不要叫他们来试？等一下，这是陌生之类的，他是第一批的民工。他是第一批的民工，他每次都是多少的，他就不出去。后面的民工是不是？ 三G，曼哥，这个电话。对不起。 三G上。 开飞行模式，开关飞行模式。 三G。再上下往四下。正常。我们是多个运营商在一体的。 不需要。
任何设置。目前里面就已经兼容15个国家的运营商。我们看一下运营商有多少个哈。Wait。我们比如像你是 AU 的，我们到时候只要在这里选 AU， 然后再重新开关机，就默认你以后全部都是 AU 的了。你是 SoftBank 的，选3，以后全部都是 SoftBank 的了。我们目前的运营商是兼容全世界最大最多的运营商，可以说我们在这卡带上做的最完美了，不需要一张卡带去对一个运营商的。我们完全可以兼容目前所有的 Spring 目前都可以了， Spring 在编辑里面编辑 Spring 的代码就可以了，代码在网站上有公布。好，到此结束。 OK。